家好，我是阿芳，欢迎大家来到阿芳的编织课堂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继续来学习这款花朵的渔夫帽。这个渔夫帽的上集呢，我们已经把这个帽身给勾好了哈。勾好呢，我们下集呢主要是说这个花朵的勾法。我这个花朵呢总共有三种，一个是小号的、中号的，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大号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叶子，花朵的叶子。像我这个帽子呢是黑色的，姐妹们配红的，它是很经典的。但是有些姐妹她不喜欢黑色的帽子，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配色的大概的这个原则好不好，大家记一下哈。我们这个黑色配红色是经典，然后大家如果是灰色的帽子呢，配粉色的花朵，白色的帽子呢你配一点浅绿色的，然后深紫色的帽子呢你配浅紫色，蓝色的帽子呢你配白色。但是呢，如果像有些像我们这个帽子，有些地方它忌讳用这个白色的花朵，你可以用什么代替呢？用我们的浅粉色，或者我这种线就可以，它是蓝跟白加花的，这个配也应该蛮好看的，看到吗？大家按自己喜好选择，粉色的花朵加上这个绿色的叶子应该也挺漂亮，或者这个蓝色的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更协调，因为它本身就是蓝色，所以我决定用这个加花的这个线。姐妹们有那种很浅的浅蓝色配勾这个花朵应该也蛮漂亮的。好的，勾这个花朵之前呢，我先来说一下，我告诉大家我们另外一种帽檐，就是帽檐最边上的这个花边。花边呢，我们这个花边要求我们针数呢是8的倍数，我这个呢134针，离花8的倍数还差两针，差两针我们就到时候调整一下好吧。现在我们这样直接在这里勾。你可以直接勾1、2、3，然后呢我们这里记号扣可以拿掉了，空三针1、2、3，在第四针上我们勾一个短针，然后1、2、3，然后空三针，在第四针上我们勾一个短针，1、2、3，空三针，也就是一个短针三个锁针，下面我们对应的空三个针目。大家按这个规律呢把这一圈勾完。我们这个线圈呢要两个，要双数哈，每一组要两个。所以因为我们每一组的花型是四针一组，所以我们要求这个针数呢最好是8的倍数。相差个一两针呢，大家自己在哪个地方调整一下好不好。比如我们有一个地方你可以选择空两针，像我这个就可以。我这个因为差两针是吧，三个短针，然后我们这一组呢我们空两针，知道吗？自己稍微调整一下，因为你这个针数不可能刚好是8的倍数啊什么，好不好，自己完成吧。好的，姐妹们，这个勾到最后一个线圈的时候，大家记住哈，我们这样勾一个锁针，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哈引吧，勾一个中长针，这样勾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这个线头在这个线圈的中间，我们就不用引拔。好的，既然线头在中间，我们可以直接开始，在第一个线圈里面我们勾长针，直接勾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们勾七个长针在第一个线圈里，然后在第二个线圈里呢我们勾一个短针。好的，继续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的，在第二个线圈里勾一个短针。这个花边的勾法呢就是这样的，大家如果嫌这个，如果你的手比较紧的话呢，这个长针呢你可以勾八个哈，这个根据自己喜好调整。所以呢我们要求是这个网格要双数，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两个网格为一组，第一个网格一个短针，第二个网格我们是七个长针。大家这个方法呢把这个完成，然后我们开始来勾这个花朵部分。花朵呢我用这个勾哈，用这个，我们先来勾这个最小的花朵，最小的花朵我们先绕两个圈，绕两个圈，然后把这个钩针插进去，直接勾，一、二、
勾两个锁针，然后在线圈里面勾长针，一个、两个，勾两个长针以后，一个锁针，在这个线圈里面，我们勾一个短针，这就是一个花瓣。好的，勾完这个短针以后，我们继续直接勾两个锁针，然后开始第二个花瓣，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短针。大家看清楚了吗？好的，继续，一、二，两个锁针，两个长针，一个短，一个锁针，一个短针。我们总共勾五个花瓣哈，两个锁针，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短针。好的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头给拉紧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头给剪断了。姐妹们，如果这里留的不够长的话，我们这边就稍微留长一点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缝合这个花朵的，好不好？我的剪刀跑到哪里去了？看到没？大家自己把这个线头剪断，我们开始来勾第二朵花朵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姐妹们，这个小号的花朵呢，大家可以勾两朵哈。现在我们开始勾这个中号的这个花朵，勾两朵这个小号的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线稍微留长一点，等一下我们好的，这个线圈拉好以后呢，我们在这里，在这个圈里面勾短针。中号的花朵呢，我们是六个花瓣，所以我们勾12个短针，一个。两个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好的。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，我们引拔，把这个线头拉紧。引拔以后，现在我们开始勾花朵，一、二。两个锁针，然后呢，我们在第二针上勾长针，勾一个长针，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呢，还在这里勾一个短针，这就是一个花瓣的勾法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三针上，第三针上我们勾一个、两个，第四针上我们勾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短针。大家看明白了吧？我们是两个针目为一个花瓣。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可以选择勾一个引拔针也是可以的哈。就是我们这个花瓣这里结束的时候，勾一个锁针以后，我们勾一个引拔针吧。好的，勾完以后呢，我们在旁边这里。在这里勾引拔针，然后一、二，在第四针上我们勾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还在第四针上我们勾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勾出来好看一点，看到没有？花瓣跟花瓣之间。好的，这里勾完以后呢，我们来到下一针上，勾一个引拔针，然后两个锁针，这是我们的第五针，第三个花瓣。然后第六针上我们勾两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还在第六针上我们勾一个引拔针。大家看明白了吧？两针为一个花瓣。大家按这个规律呢，把剩下的三个花瓣给它勾完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姐妹们，现在我们勾这个大的花朵。大的花朵呢，我们也是这样绕线，大家可以这里留一段。在手上绕两圈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是同样的勾12个短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
十二，好的。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，我们勾一个引拔针，把这个线头拉紧。现在这一圈呢，我们开始勾锁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好的。然后我们在第二针上勾一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空一个针目，开始下一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一圈呢是两个针目为一组，第一个针目上勾锁针，第二个针目上勾短针，也就是说我们十二针是吧？十二针得到六个这样的线圈。一二三四五，好的，我们在这里。好的，大家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线圈。我们现在开始在这个线圈里面勾这个花瓣，先把这个线头引拔到第一个线圈里，然后我们开始勾一个、两个、两个锁针、三个长针、一个锁针、一个短针。大家看明白了吗？这就是一个花瓣的勾法，一个线圈勾一个花瓣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线圈里面。好的，一个长针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一个短针。大家按这个规律呢，把这个花瓣勾完。勾完了，我们开始来勾这个叶子。叶子呢，我用的是军绿色的。大家家里有这个墨绿色，比如你这个帽子是浅色的，勾墨绿色的叶子应该也挺漂亮的。好的，我们这个可以稍微留一段哈，留一段我们在这里勾，二三四五六七，勾七个锁针，然后呢，我们把钩针插进第一个锁针上，引拔，这个线圈把它线头把它拉过来，拉过来开始我们开始勾，一二。两个锁针，然后呢，开始勾长针，一针长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五针长针以后呢，我们勾长长针，绕两圈，然后在这里勾，两针并针，两针并针，两针并针，好的，再来一次，绕一圈，绕两圈。它只是比长针多了一个步骤而已，看到吗？好的，花瓣的这边呢，我们就勾好了。然后要勾这边花瓣之前，我们用三个锁针过渡过去。好的，勾两个长长针，长长呢就是比长针多绕一圈，看到吗？五个长针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好了，我们这样就可以了哈。这样一个花瓣就结束了。结束以后呢，我们把它直接缝在上面就可以，用缝合针缝合。好吧，你像我这个就是，我们这个花瓣呢，你可以缝合这个位置就可以，让这个它这个花瓣像我这个就是。它花瓣这样很自然的这样翘起来，我前面这个就是把花瓣都缝合好了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还是这样自然一点，就是这样缝合，用缝合针把它，这个我就不示范了，大家自己完成，因为缝合都是很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就是找个位置吧，大家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位置，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。你喜欢花朵呢？小的你可以，大的有这两朵就够了哈。你可以多勾几个小的，像我这里还可以勾一个，后面还可以放一个，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，喜欢多一点的多勾几朵这样的小的哈。我觉得大的不要这么多，大的有这个一个中号一个大号足够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今天我们这个花朵渔夫帽的教程就全部结束了哈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